好，我是 Denise， 我现在在 April Cross， 因为我要庆祝澳洲的春天。澳洲的春天就是紫色的季节。我现在在 April Cross， 因为这边有 Jacaranda Festival， 每到了这时候呢，就是蓝银花开的时候，澳洲随处可见就是紫色的树，非常非常的美丽和浪漫。那他们就会举办这个 festival 来庆祝春天的到来，还有庆祝这些美丽的花瓣们，所以非常开心。Let's go！结束了我今天 Jacaranda 之旅，庆祝春天的来临。然后因为我现在来的时候蛮多花其实都已经凋谢了，所以可能如果再早一个礼拜的话会更漂亮。那我现在时间是11月中，11月22号了，所以如果明年的话呢，可能就是11月初的时候就要来了，或是大概看天气吧，可能天气转热的时候就差不多要出来看花咯。Jacaranda Festival 这个市集没有很大，大概就是两条街，很快就逛完。不过呢，还是很值得一来，因为就来感受一下那个气氛，然后体验一下澳洲的文化。希望你们也可以跟我一样感受到这紫色春天的气氛，然后爱上博斯。谢谢你们啊！谢谢你们看我的频道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帮我分享、按赞、留言。我们下次见啦，拜！